真的是年纪吗？回家，马上回家。纯金淘汰赛，请出题。哎，豆豆，铁板，注意哦，有团队积分、个人积分哦。两边输的那一队，最后一名直接干掉淘汰哦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太经典了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别逃跑。可能对他们来说，唱起来唱起来，对你们来说比较久一点。顺脚歌，许孝顺的歌。许孝顺要帮他们，不要帮他们。许孝顺，我觉得制作单位对我们很好。唱起来，唱。会唱起来，唱起来，可以。歌名要来了，歌名要来了。停，不能再唱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举牌。你们如果不会的话，你们可能真的要回家了。没有在暗示了，什么东西？真的是年纪吗？回家。谁的歌？顺子的歌，然后回家。这个歌1997年，那时候年纪都还没出生，还没出生，真的还没出生。而且刚刚这边唱人陶醉，这边都傻眼。因为我也是年轻人啊，我是1992年才出生，那才5岁啊。哦，对啊，你又没听过，少来。真的真的，而且歌唱八大赛唱这首歌就一定淘汰。回家，对，就回家了。不好的兆头，不好的兆头，4-0了。所以你们要注意哦，好吧？好，这边一分，这样子算一分。对对对对，因为团体战啦，团体战，他们答对的比较多嘛，所以他们就得一分。好的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我真的可以了吧？好了，可以了吧？给你们了吧？反倒是这边好像突然卡住。哎，不能偷看喽！哎，这蛮公平的喽。告人，告人。你们的吧，但是这也算告人前三名红的歌了。嗯，好，一二三，亮蓝，正确答案唯一。好，对吧？带我去夜生活，他有用一首歌，有一个类似的，对不对？带我去，因为这些我真的爱你。哎呦，你看这边都不会，正确答案。被告5次，好不好？被告5个人，唯一好。来，小朋友一起来合唱一下《唯一》，好吧？没有错。我真的爱你，句句不轻易，眼神中飘逸，总是在。前世。小聪哥，这个歌词什么意思？写的我看不懂。明白你背着我聪明，小调皮啦。明白你就是有点，就是说我知道你偷吃，但我还是就睁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哦，死去的不坚定，配合我。现在好像就是故意写一些啊，比较文青一点，很文青的东西啦。想一下，现在真的要想你。